这个需要美女吗？走吧。哪里有叔叔？是啊，看这里啊。看我们啊，看哪里？什么说法？哎呀，我的500啊。我的400。400。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我年轻漂亮，祝我。我比较有年味呀，祝我啊，我跟你比较合适啊。啊？怎么样？位步不限，上车，你。哎，我。我坐这里行吗？不行。小心破车爆胎的女士。到了。这是哪里啊？这就是我家。什么？那个帅哥，你怎么把我带到你家来啊？反正我说你干什么？我给你500一天就行了。哦，哎呀。那个帅哥，别人坐都是坐一下那种车模，还有陪那些老板逛逛街的，你怎么把我带到你家来啊？啊，你是不是想对我图谋不轨？你坐车模家政都没有那么轻松，我带你来我家目的都是一样，装我的女朋友。什么？气我的儿子。我的儿子30多了没结婚，接要女孩他也不看、嗯、现在带你当我的女朋友，气死我儿子。这样子来。对。哎呀，我以为你要把我带到你家里面去干什么呢、哎、你放心，我没有别的想法啊、先到我家再说好吧。那就不是那个啥，在你家。对对对。你要租多久啊？租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？对。你有没有那个实力啊？那我有钱给你啊，你500一天，我一个礼拜3500。哎呀，行，反正有钱赚。哎呀，坐坐就坐。你放心。哎呀，既然有钱赚，我可以请你。行，我可一个礼拜可以到你4000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。哎呀，在你家住一个星期，那我要跟你约法三章哦。什么约法三章？你看，你住我住你女朋友，那要。不同一个房间睡，不可以拉手，不可以亲吻的哦。不会，你放心，我老头啊，没有这个想法。真的，你放心。行啊，但是呢，拉拉手可以吧？拉手？不拉手的话，哪里气到我儿子？哎呀，那行吧，那亲嘴跟不可以同一个房间睡。我答应你，拉手可以。我家，哎，行了，我拉着你就行了。哎，老爸，怎么去那么久才回来啊？哎呀，况且看见我女朋友了，我叫我女朋友一起过来。什么？哎，你好啊，帅哥。这个是你女朋友啊？对啊，这个是我儿子。哎呀，老爸，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样怎么行呢？你看，老爸才去多久时间啊？哎呀，再说了，你儿子我啊，现在才30多岁，我都没有找到女朋友，你就找到一个女朋友，哎呀，这样人家知道了，那以后我的脸面何存？哎，叫我怎么找女朋友？哎，你找，人家媒婆都不敢介绍过来给我哦。哎，你不找就不找，那老爸你又没为我着想过啊？你儿子怎么反对我们在一起的啊？对，美女，你看你又年轻又漂亮，哎呀，我老爸那么老了，我跟你说你们不般配的。哎呀，老爸他肯是。图你那个退休金来的。哎呀，别人愿意就行了，你不讲那么多了。老爸找一个年轻漂亮的那个美女回来，你不是长你的脸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老爸，这样会有违那个伦理的。讲废话，今天在我们家都是我做我说就是准。老爸，那你有没有为我们这个家族着想？我都没有找到女朋友，你就要找到一个比我还年轻漂亮的，那这样叫我以后怎么找到女朋友呢？人家媒婆都不敢介绍过来给我哦。哎、啊，你不管那么多，美女。爱情不分年龄跟距离的，哎，身高的。美女，你是不是图我老爸的钱来的？哎呀，你就是分明嫉妒我跟你老爸的爱情而已。行，美女，不管了。我可是跟你老爸真心相爱的。行，你叫我叫你老妈怎么可以呢？哎，老爸出来先。哎呀，老爸，
你要考虑清楚哦。虽然我知道大家都是男人，我也懂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也不要这么着急呀、啊。儿子啊，我想问啊，我的女朋友漂亮不漂亮？哎呀，肯定漂亮啦，但是关我什么事呢？哎呀，我也想要这么漂亮一个女朋友，但是没有呢。真的是啊，如果你感觉那个女孩漂亮的话，哎呀，老爸，哎呀，你真是用骨良心啊，原来你还有这个想法啊。哎呀，你先不，我去一下。好好好好。哎，美女呀、啊，啊，你先在我家喝茶，我去买点菜回来啊。哦、啊、哦，那行，你快点哦。哎，好。小薇啊，出来，我接一下公司给你。干嘛呀？最后个礼拜在我家，你演的滴水不漏，我太感谢了。啊、我的儿子啊，那个眼睛啊凸出来，看起来像流鼻血那个感觉。哎呀，啊、那行。原来工钱我赔你了、啊，我多赔你1000块奖金。哎，啊，四叔，你儿子在不在家？在呀、啊。哎呦，在家就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前几年你反对我跟你儿子承包那个鱼塘啊，现在发达了，赚钱了，赚了几千万啊。哇，真的？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？哎呀，这几年啊，我联系那些外商，这些都是，全部都是现金啊。还有卡、啊，这是你儿子分的1000多万，这是现金，我没有地方保管。哎、怎么那么吵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林老板，前几年我不是跟你投资那个鱼塘吗？什么了？难道现在突然之间有收益了？有收益了，做两年了，赚了2000-3000万。嚯、哦，这是现金，我家里懒得保管现金了，卡里有1000万。哎呦，我们的苦日子到头了，我跟你讲，哎、现在我联系外商老板来承包我那个鱼塘了。哎，现在稳定的不得了。哎呀，当初啊，我老爸反对我们合作呢。哎呀，你看现在老爸、啊、老人家，你看我们一年就可以赚2000-3000万了。哎，所以说钱给你了，有空、啊、你也到鱼塘去看一下。哎呀，你看钱都得一半了，我先敬你们两个了啊。那我们就先走了吧。那都是你们眼光好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们年轻人干事，你们老人家不要掺和，现在发达了吧，对不对？改天又有什么好的项目，继续算我一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！要不到家里面去，我过功夫前先再走。不用不用了，我还要跟那些老板还要联络联络感情。好，那好，晚上我们到包厢再谈。好，走了啊！哎呀，老爸，你看我们现在突然之间变有钱人了，暴发户了。老爸，老爸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是啊，你一样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啊。钱我帮你拿回家吧、啊、你帮我把那个美女送到车站，那可以吧？啊，我先回去。你记得把这个钱收到我那个床底里面去。路上要注意安全 啊！行行、啊，来，美女，来吧，我送你去那个你该去的地方。怎么，美女？帅哥、啊、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啊。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老爸租我回来啊，是气你的，我不是你老爸的女朋友。不是我老爸的女朋友啊。是啊，我怎么会看上你老爸这么老的人呢？哎呀，我老爸真是用骨良心啊、哎、他看到我37、8岁了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整天闷在家里面。对啊、哎、他就是想激励你，让你该找女朋友啦。哎呀，原先我误会我老爸了，真的是、哎、现在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看上你了。看上我？是啊。哎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吗？真的、哎、哎呀，仔细一看啊，你真的是长得又帅又高又猛，哎，又是那么会做生意，真的是年轻有为啊。要是你看上我的话，应该原先有什么表示啊、哎、怎么到现在才有表示呢？说喜欢我呢？你不是奔着我、哎、我那个感觉人家我那个那个合作人说赚钱了，你现在奔我钱来的吧？哎呀，不是的，我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。我在你家这段时间呢，我看出你这个人品也挺好的，是我喜欢那一款呢、啊。你看我怎么样，做你女朋友呗？我转过来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你在我家这段时间啊，我根本都没正眼瞧过你。不过我感觉你，哎呀，看看好像也不错不？你看前途耗掉的肤白貌美，你看长得又漂亮，简直仙女下凡了、啊。那怎么样啊？我做你女朋友。哎呀，我求之不得啊。
真的、啊？你看你在我家这住了一个多星期 啊，你看你把我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干干净净的，哎呀，简直是那种闲来失落的女人啊！哎、我真不得了，那是我该干的，因为我你老爸给了我钱，我肯定要干啊，是不是？好好现在真的愿意做我女朋友，来加个微信先。哎，行行行，等一下我们去镇上喝奶茶，深入了解一下。你看你老爸在家都不方便。哎，也是。哎，走，来，走，我车你去镇上买几盘菜去。来，向你走。